今天呢，要来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个超贵的耳机线，爆炸贵的耳机线，就是耳机线，没有任何耳机就爆炸贵了。这应该是我买过最贵的耳机的东西了，就是超贵的耳机线。那因为我的入耳监听呢，旧的它的线已经有一点已经黏黏的啊，已经老化了，所以我想说啊，我们就打算直接买一条新的。所以这一条耳机线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那它也是镀银无氧铜，旧的也是镀银无氧铜。那它比较特别是它的线的编织方式不一样，就是有什么四线编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它写说比较可以抗电子的干扰，通常都是那个耳廓啊，就是如果你是数位输入的话，那个 DAC， 那个数位输入那一条线还比较容易被干扰。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是左右声道的接地是分开来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底听不听出来。OK， 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还有一年保固的保固卡，耳机线有一年保固，超神奇。接着就是我们的耳机线啦，你看这产品包装细节就不太一样，这正确的绑耳机线的方式，那你平常那种便宜的耳机，它就那样子乱捆，然后这样硬把它绑起来，这个是一圈一圈的分开，然后完美 ，OK， 所以这里是 3.5mm 的镀金接头，上面有一个看起来可以转的东西，但应该是没有办法转，就是看起来比较酷炫的一个小小设计。这个线的外面材质是用这种线的编织方式用的，所以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全部都是油油的，然后不好清洁。稍微比较大方块大了一些，跟旧的比这么小啊，大的新的。大了还蛮多的，那这个线的材质，外面包的这个材质就不太一样，原本是这种像编织的材质，然后后面变成一种软软 QQ 就普通耳机线的材质，我不确定它的材质到底用什么，因为盒子上面也没有写。那这里有那个固定你的耳机线的辅助装置，那接着就是左右声道的 MMCX 接头啦，然后就这样，我们就直接插上去听听看。那我用的是这个 Walkman， 然后可以播放 High Res Audio， 就是比较24位元的音讯啦。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到底听不听得出来有什么差别。新的耳机线，因为它要设计给通用所有的耳机，所以它没有那个入耳监听的那个耳挂的那个形状，但我觉得戴起来是没有差多少，所以就开始听听看吧。我听起来有一点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反正我先分享一下我到底听到了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新的耳机听起来那个人的唱歌的声音怎么凸显还蛮多的，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那我待会再换回原本的就这样交叉听一下。但我觉得它的有点像是低音变得比较饱满啊，人声变得比较多，就是比较大声，不是比较大声比较多，就一样的东西啊，就是人声可能中间的频段变得比较突出，然后高音跟低音感觉比较饱满，但高音感觉就比较弱了一些些，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的幻觉，反正我们现在就来交叉听一下。就这样交叉听了几遍，我又有一些心得。反正就是低音的这个新的耳机线，它的低音呢，就是像是我听的那个有吉他有弹那个和弦的那个木箱共振的那个声音，就是那种嗡嗡嗡的那种木箱共振的声音。那这一个新的耳机，这个新的耳机线是听得比较清楚的。OK， 所以又换回旧的耳机线，那真的那些吉他的那种低音的共振，那些就是低音的那些表现都消失不见，就新的耳机线有表现出那种共振的那种低音的那种共振感觉，哇，我整个人都在震的那种感觉。旧的耳机的确是就没有了。另外一个就是人声的部分，我觉得真的是有比较突出一点点，就是比较高音的部分啊，比较人声没有到最高音超高音的部分，但是比较中高音的部分有比较突出，声音比较大，就曲线稍微有一点改变了。高音的像是吉他那种弦，你在换音然后再滑的那个声音，旧的耳机也听不太出来，非常不明显，就比较模糊不清的感觉。那新的耳机我不知道它是有点像是调味吗，让它变得更凸显出来，还是其实原本就该听起来像这样啊，我旧的耳机就听不出这些细节。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就是音量的差别，那新的耳机线可能是电阻变低了啊，还是有什么东西让东西变流畅，声音也大了一点点，所以对，
音量要调低一点点，大概两三格吧。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声音听起来变广了，就是原本的我以为就是那个应该是混音的部分，但是结果换了耳机线好像听起来变广了，就是乐器感觉旧的耳机线是听起来窄窄的，可能都在你的前方，就是有一个角度可能前方的位置，但是换了新耳机线，它的乐器怎么跑到旁边去了，就怎么声音变得更广了，感觉更乐器有更边边，就是有一些它有设计，就是可能有一些乐器是可能只有左声道有啊，有右声道有啊，那 我感觉那个乐器更分开了，真的我不知道耳机线可以插成就是有这样的改变啊，我真的还蛮神奇的啊，不知道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是改变原本监听的本质，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算升级吗，还是破坏了我的声音呢？所以一样的耳机换的耳机线真的是听起来差距还蛮大，感觉就是我又换了一副耳机的概念。所以耳机线的挑选啊，我是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挑选。如果你只是要听音乐的话，我觉得声音都有比较独立分明出来，然后音量也比较大声，那就是看个人聆听体验。对啊，就是个人喜好啦，就是声音这个就是个人喜好，如果你单纯只是听音乐的话，个人喜好，所以就是试了才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那还有你听的曲风啊，还有你的乐器的，就是听的乐器的那个频率的分配，到底是反正就是各种啊，就是听了才知道你个人喜好。好啦，对，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耳机线，超贵耳机线的开箱分享。那当然希望这影片按个赞，订阅我们，然后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My name is Ka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bye.